干什么呢？啊，你做的怎么样了？都差不多了。啊，喝口水吧。谢谢。希文，我觉得你这不太像是做炸药，倒像是在做一件艺术品。我可得当心点儿，这万一要是把你搁进去了，我哪负得起责任？战友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信任。有了信任，生命都会交给对方。我是你的战友吗？你说呢？谢谢。哎，老公回来了。白白，上级批准了我们的行动计划，可以行动了。太好了，快走，集合人。好，我分配一下任务。集合准备，开会了。小梅、谢文，你们俩跟我下洞，其余人在这等徐宗敏。等他到了以后，一起行动。你们这儿由习武指挥，下午3点准时向虎口进攻。记住，不要节省子弹，给我狠狠地打，动静闹得越大越好。你们的时间只有10分钟，到了点必须撤退。都明白吗？明白。彩霞、习武，咱们仨对一下表。少兄，希望梁辉不要跟我们开玩笑。胜败在此一举，风凉话就不必多说了。大家到达地点后，注意隐蔽，听我命令。明白。好。严加戒备。嘿。前面就是小鬼子虎口湾的哨卡。小鬼子的高射机枪射程远，子弹密集。我们也不是真的要拿下这个虎口湾，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，尽量把动静搞得越大越好。那咱这就得让小鬼子听个响呗。打的叫什么仗啊？不管怎么打，攻击的方向一定要是虎口洞，否则鬼子就会识破我们的动机。好了，大家隐蔽，做好战斗准备。过了明天，我部就完成合围了。1天半的时间，梁飞也不过如此。山本那小子绝对想不到咱们会在这儿动手。走，走。时间差不多了，点火吧。好，出去吧。打！少爷君，梁飞不会用这么笨的办法吧？那我要什么办法？我手动。
知道了。你们赶紧走。那怎么行啊，洞口要是塌方的话你会被压在里面的。我存的炸药我负责，我来。别，我来。洞口太小，装不下我们两个人，而且你速度没我快。小薇，赶紧把他拉走。小薇，你给我记着，我在外面等着你，你要是不出来的话我就冲进来了。放心吧，我死不了。小薇走，喜文姐。去哪儿了？不会让我们在这死扛，他一个人跑了吧？别胡说八道，他才跟你们不一样呢。还有两分钟，你们打。不行，快走吧，西文姐，快点，快点。不过你们还没动静，再等等。梁飞是打仗的行家，他说十分钟就是十分钟，我们再耽误就会成为他的累赘。听我的命令，撤！小野君，需要派人追击吗？不，大佐有命令，我们一定要死守。他们不会就这么完了。假枪戒备，哎。报告老师，前哨交战很激烈，但其他方位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我怀疑他们这是声东击西，你一定要仔细的检查附近有什么可疑迹象。是，我们马上检查。嗯。前哨交给小野君，洞口要严防死守，任何人不能接近100米以内。梁飞，他真的做到了。好，太好了，梁飞他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。告诉梁飞，立刻转移，要注意安全。还有，接下来的任务我会请示上级的。丁军长，你这个消息真是让人兴奋啊。感谢玉山兄的大力相助，好，就这样。走，进来。局座，好消息啊！天幕行动我已经知道了，梁飞得手了。这是徐宗勉发来的电报，我要等着他给我汇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我们特战局为什么就没有像梁飞这样的能人？报告局座，电报上说尚希武也参加了这次行动。
尚西武。报告，国军大部队已经通过垭口。大刀，公权，怎么今天不穿军装了？啊，今天不是什么正式场合，没关系。爸爸，爸爸，等等我！哎呦，慢点儿。不是你这孩子怎么总是慌慌张张的？顺道送我去报社吧。上车吧，正好顺路。上车。但今天又有什么大新闻啊？最大的新闻他还不知道呢。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田木行动已经成功，我们的部队已经完成了战略性的转移。这次行动是梁飞带队完成的。真的？对呀。哎呀，这个梁飞还真挺厉害的啊！他竟然引爆了鬼子的弹药，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。那这个梁飞还真是了不得，他现在人在哪儿啊？我真的好想采访这个大英雄啊！哼哼，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啊？哎，不过这件事情只限在咱们车里，在没有定论之前，你可不能乱想。嗯，之前特战队不是一直没有成功吗？是啊，这才凸显了梁飞的本事嘛。给我吧，谢谢。哎，哎，西武，这任务也完成了，你是不是要回重庆了？要我说就别回去了啊！这山东怎么说也曾经是你的故乡。要不你留下来跟我们一块打鬼子。我必须得回去，我还有我自己的事儿呢。这年头谁没自己的事儿啊？可如今呢，是大敌当前，民族危难之际，你瞧你在这点觉悟上你就不如你妹妹。我的事儿跟觉悟没关系啊。亮，二位跟这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没聊什么，我说的事儿你考虑一下。尚兄，你看这任务也完成了，跟我回重庆吧。我跟你回去干嘛呀？再把我关起来？你可真是冤枉死我了，尚兄。我给局座发电报还特意提到，是咱们两个一起完成的任务。哎，我相信局座会给我个面子，赦你无罪。什么叫赦我无罪？我本来就无罪。那，是是。两位哥哥，给。还有我的份呢。西武哥，给你一个。再给你一个。
我山本幸村，堂堂一个陆大教官，竟然斗不过一个小小的梁妃，我愧对天皇，我甘愿剖腹谢罪。不，大佐，高桥将军来电，让你迅速到军部报道。尚启文，你别在后面站着了，过来吧。你怎么知道就是我啊？直觉。什么意思啊？直觉就是直觉，能有什么意思啊？好了，不逗你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是你这一瘸一拐的脚步声告诉我是你来了。据我观察呀，从天幕行动开始，你这脚就磨破了吧？可你还一直硬撑着，直到任务结束都没吭过一声。从这点上看，我还挺佩服你的，比我想象的要坚强多了。那你原来以为我是什么样啊？我原来以为你应该是一个傲娇大小姐，十分难以接近。你是想说我娇气吗？有那么点意思吧。你这个人太直接。我可没说，是你自己说的。怎么样，你这脚好点没有？好多了，小梅给我找了很多草药，已经不感染了。梁飞，说实话，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非常会打仗的勇士，也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指挥官。但我唯一没有想到的是，你的心还这么小。有吗？这话从何说起啊？就觉得你特别聪明，什么事情都骗不了你。哎呀，我可没你说的那么好。就比如说吧，你接下来要说什么我就不知道。哎，坐下来吧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把手枪是瓦尔特工厂生产的 PPK 小型手枪，船上缴获的吧？这枪不适合作战，你也知道的，为什么要一直带着？这把枪原来是送给我弟弟天成的。天成？对。啊，上次给你鞋垫的时候跟你说过，我弟弟今年快十岁了。以前他整天追在我屁股后面，让我帮他缴获一把小手枪。他说啊，有了枪以后，就可以跟着我一块打鬼子了。我当时跟他说，你那么小，想什么打鬼子，等你以后长大了，有的是机会跟我一块打鬼子。那为什么还不给他？是没有见到吗？见不到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就在我准备把这把枪送给他的前一天，他被鬼子杀害了。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，可我却没能保护好他。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就是，到底什么时候
才能为他报仇。梁飞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没关系。希文，任务完成了，你是不是也该回重庆了？是啊，该回去了。好奇怪啊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过，那么不想回重庆。跟你们在一起这段时间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。那你就别回去了。那怎么行？我得回去复命啊。为什么不行？你既然想抗日，想打鬼子，为什么不能跟我们一块儿呢？哎，这样，我呀，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战队。谢谢你，梁飞。我能感受到你的真诚。说实话，这段日子和你们在一起，我真的把自己当成了飞鸽战队的一员。可是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为什么？你以后就会知道了。你不会是因为我们两家过去的仇恨吧？梁飞，你别问了，我是真的不能说。我这挖心掏肺说了半天，就想听你句实话。可你老跟我绕弯子。我原来以为你是个豁达开朗的女孩，可没想到在这件事上，你会如此狭隘。你现在怎么说我，我都能接受。可也许会有一天，你会说回今天的话。不过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。不管怎么样，现在我要先跟你说，谢谢。我不需要你的感谢。哥，我舅舅，日特又袭击你了，我看看，没事吧？哎呦，这不家常便饭吗？又不是第一次。哎，请坐。严寒这帮废物，到现在都没从根本上解决此事。哎，重庆乱成这个样子，你说他们是干什么吃的？不过这也看得出来，日本鬼子有多怕你了啊！只要是你玉山兄制定的作战计划，基本是百战百胜。所以，必须解决掉这帮日特。是啊，重庆的日特实在是太猖獗了，他们已经影响到了重庆居民的抗日热情。可是单靠特战局，短时间之内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实在不行，必须解决。我可不想看到你出什么意外。我实话告诉你吧。我已经和八路军办事处提出了申请，请梁飞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啊，还有啊，陆军部要给梁飞庆功，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？这太好了。报告，丁军长，蔡将军的女儿蔡雪丹来找蔡将军。哎，这孩子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这太不懂事了。哎，你跟他说，让他回去，我不见。哎，来都来了，请他进来。是，哎，请。爸，丁叔叔好。哎呦呵，这个距离可是不标准啊！啊，丁叔叔，您就不能给点鼓励啊？有什么事不能回家说，跑这儿干什么？我呀，其实是来找丁叔叔的。胡闹，这里是作战单位，你当是你家里呢。可我也不是因为个人的事情来的呀，我是记者。我是来工作的。来，坐过来。丁叔叔，您跟我说说梁飞呗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梁飞这个人啊，
我还是很了解的。梁飞出生于山东一个武术世家，有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侠肝义胆。抗战爆发前，去法国留学，所以他绝不是一个鲁莽汉子，应该是一个文武双全、有勇有谋的好汉子。这么神呐、啊，难怪无往而不胜呢。丁叔叔，那您再跟我说说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好吗？特点？好了好了，别缠着你丁叔叔了。军部要为梁飞庆功，邀请函已经送到八路军办事处了，相信梁飞很快就会来重庆，到时候想怎么问你自己问他吧。什么？梁飞要来重庆？嗯，太好了，我终于能见到梁飞了。哎，丁叔叔，我要给梁飞做专访，要整整一个版面的专访。可以，这下高兴了。嗯，赶快回报社吧，我跟你丁叔叔还有要事。知道了，那我走了，丁叔叔再见。啊，去吧。你说这孩子多不懂事，都跑到这儿来了。记者嘛，总要抢一个头条，可以理解。梁飞，这任务完成了，咱啥时候回武工队啊？干嘛那么着急回去呀？这江南的美景我还没看够呢，您不觉得遗憾吗？啊，那你留着，那我就成孤魂野鬼了。行了，等打完小鬼子，你有的是时间逛。哎，你是真的打算带着他们一起回武工队啊？腿在人家身上，他们爱去哪儿去哪儿。不去最好，巴不得他们不去呢，谁稀罕呀？哎，陈在家，你这话说的没水平啊。我们武工的上级是有指示的，什么指示啊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战力量。哎，我发现我最近跟你混在一起啊，我这个觉悟提高得很快啊。混什么混？不，混什么混？跟谁混在一起啊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可不是一个人在江湖上混的那个人了，知道吗？在我们飞鸽战队里就不能有这个混字，要好好干。你这思想觉悟还有待提高啊。哎，鬼子，不能这么说人家将。家将最近有所提高，你要注意你自己，你也得跟上。看看人飞哥说的，这才叫水平。梁飞，梁飞，哎，老顾，你怎么来？梁飞，紧急任务，刚刚接到组上的命令，让你带着战队去往重庆。哪儿？重庆？是。重庆什么任务？啊，去到之后，自然有人给你下达。你这次去呢，公开名义是陆军部给你搞一个庆功会。给我们搞庆功会啊？我才不稀罕呢。我稀罕呀，我可有日子没回过重庆了。重庆是什么地方？重庆，等你真到了这重庆吧，你就得天天打喷嚏。为什么呀？辣呀。哪跟哪儿啊？反正我就知道那么多，当然不能跟你比了。既然你们都没去过重庆，那咱就一块去。去重庆。哎，你要去重庆？啊，刚给下了任务，说你们丁军长让我们去，给我们开个什么庆功宴什么的。哎，喜文，这要去重庆了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尽一下地主之谊啊？啊，没问题。梁飞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。我怕醉翁之意不在酒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在重庆的时候，日特活动很猖狂，尤其是有一个神秘的枪手，非常难对付。我一直在调查此事，可是刚有些眉目，便遭人陷害，落得如此下场。我分析这可能是日特针对我的阴谋，毕竟我对他们造成了威胁。那怕什么？这样，你跟我一块儿回去，到时候咱们俩把这个日特给抓出来，你不就能洗清冤屈了吗？行，那我跟你一块儿回去。梁飞他们即将准时到达重庆，陆军部方面要求由咱们特战局负责他们一行的安全。什么？
还要我们负责他们的安全？局座，不能让梁飞他们来，他们可是共产党，这不是我。你还有脸说？你是国民党，你倒是为我们的党国争脸啊！岳麓山一战，损兵折将，我特战军有多少人啊？经得起这么糟蹋吗？给梁飞庆功，你是不是眼红啊？我告诉你，要不是梁飞带队干掉了日本的火炮部队，你现在能人无人流的站在这儿吗？是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接待和安保工作绝对不能马虎。常武，你负责接待；宗勉，你负责安保。人家来了就是客，好好接待。梁飞现在红透半边天，是陆军部的座上宾，你们要给我注意点态度。毕竟现在是国共合作，别再给我特战局丢脸。是。报告。进来。山本幸村报道。小野荣二报道。你们的报告我看过了，防卫堪称万无一失，可是梁飞的进攻也纯属意料之外。山本君，之前的情报人员也包括你，太教条了，用陆大战术那一套是不可以的。组建特别情报科之后，你们跟梁飞数次交道，皆未取得理想的战果，也有此因。陆大那一套高高在上，在梁飞面前是行不通的。山本君，我听说你失败后有死之，你这质疑我何地呀？啊？我举荐你到中国来，不是让你来自裁的。我告诉你，梁飞消灭之前，我不许你死。哎，请将军放心，大人，我一定尽力消灭梁飞。啊，对了，重庆方面又送来新的消息，梁飞要去重庆。山本小野啊，你们能不能让梁飞永远地留在重庆啊？属下明白。山本君，你是我在陆大时最欣赏的教员，希望你不要怪我把你调来，因为除了你，我找不到其他合适人选了。失败不怕，重要的是你什么时候能给梁飞致命一击。我希望你们重整旗鼓，继续招募得力的人手，短时间内消灭梁飞。嗨，金山兄，我可听说了，上方对你拟定的作战计划非常满意。你在后方做军事顾问可惜了。丁军长，你为什么不上前线率兵作战呢？我何尝不想上前线作战啊，夏主任。这里面有些事情你最好不知道。你的这份资金分配计划我看过，我同意。谢谢。好了，我也该去接梁飞了。梁飞？他到重庆了，他来干什么？我们明晚给他准备了一个庆功会，他是主角，他应该到。这个梁飞真的有报纸上说的那么神奇？对于梁飞这个人我也有所耳闻，他还真是挺不得了的。这重庆热闹啊，不比我们天津卫差。就是这重庆话我有点听不大懂。我又不在这常住，听懂听不懂无所谓。哎，此言差矣，怎么的也得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风土民情嘛，是不是？哎，在下，在重庆怎么称呼这个小姑娘啊？你说什么？不是，我问你在重庆怎么称呼这个小姑娘啊？猫改不了偷腥，狗改不了吃屎，说的是。
我想哪儿去了？是不是？怎么的也得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风土民情吧？在重庆怎么叫小姑娘啊？幺妹儿。不是，幺妹儿什么妹儿？傻黑子，在船上没听过啊？啊，幺妹儿就是小妹妹、小姑娘的意思，是不是啊？是，就这句他记得清楚。哎，彩霞幺妹儿，在重庆有什么好吃的地方吗？你给我好好说话，这是哪儿啊？重庆，大后方，外来的人多了。你不用学重庆话，你只要好好说话，人家都听得懂。哎，崔哥。那个，你在重庆待过，你跟我说说这重庆有啥好吃的呀？啊，重庆，那当然是重庆火锅了。对，最主要的是喝汤。嗯，对。哎呀，这汤好啊，汤大补啊！啊，这我得尝尝。姐，芳芳，哎呀，你想死我了！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大英雄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哎，你好，芳芳。你好。你真的是太了不起了！对了，这次在重庆待多久呀？有时间我和席文姐请你吃饭，也给我们讲讲你打胜仗的故事。芳芳，好了，梁飞，咱们就此告别吧。但愿咱们可以再相见。哎，秀儿，你哥呢？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呀？我可是专门为他请功来的。哎，刚刚人还在啊，小梅也不见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黑子，啊，我刚看到西武他们先走了，这儿是他家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梁飞，那我们也先走了。红包，走，大英雄，再见。我估计习武啊，去找那个日特狙击手去了。小梅肯定跟他一块儿去了，你们不用担心。那好，我们走了。请。既然他们要埋伏，为什么不在码头，偏偏选这儿呢？码头上没有高的建筑物，人又多，枪手很难进行有效射击。再加上徐宗勉一定会把主要的保卫精力放在朝廷门码头，他总不能让梁飞刚一到重庆就遭到偷袭，那脸上岂不是很没面子？那些杀手一定会来这儿。这个地方楼多，错综复杂，利于伏击，便于逃跑。以我对他们的了解，这个地方一定是他们最好的伏击位置，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第一时间赶到这儿来的原因。走，跟上我。